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Gao，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市场上有六大种类的隔热膜。这个呢就是最低的，我们所谓的 Blue Foam 隔热膜，超黑的，黑不代表是它隔热。我们就做个数据哦，这个是测试仪，给大家看看它的隔热程度。它透光度呢只是 3%， 它隔热只是 8% 罢了，就是代表这个隔热膜是没有隔热的。这个呢是第二种类型的隔热膜，这个隔热膜叫 Diffoam， 稍微有一点隔热。这个呢它隔热呢都有72，它的隔热就是染色膜。染色膜呢它会比较容易褪色退化。第三种类型就是我们所谓的 metallize， 就是我们讲的 copper， 铜的原料。所以这个呢有一点点的反光，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隔热呢都有75。这个呢就是第四种类型，就是 ceramic 呢就是陶瓷膜。我们所谓的陶瓷是什么？屋牙、屋顶啊、杯啊、花盆啊，它的原料制造的。这个陶瓷膜呢都是有70。然后第五种膜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磁控膜，磁控就是 sputtering 呢，这个就是银属的成分。这个它透光70，但是它隔热是非常的高的，因为它有那个铜还有那个银属的成分，它的隔热呢都有去到95隔热。第六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IR technology 呢，有 IR 加那个 ceramic， 所以它的隔热可以去到99，所以这个呢可以耐10年，不会掉色不会褪色。总结来说，不管是你的车还是你的家，我都建议你用这种隔热膜，因为这种隔热膜至少可以顶10年。关注我们，晒照亮你的生活。